学生郭德纲，于谦，向我的衣食父母、家乡父老们致敬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谢谢。您那边，我这边。看见大伙儿，我就这么痛快。嗯，我打心里我就美得慌。高兴。我就好些个话我得跟你们说呀。哦。见着亲人了，嗯，我一句都不藏着。您都说出来。我就翻出来，我都叨叨出来，知道吗？哦，说吧，那就我打胃口里边，我热热乎乎的，我哎，啊，您这个心情是不错的，但是有点恶心。我这高兴啊，高兴，高兴说高兴的事儿。看见家乡父老，我是真高兴啊。好啊，有人对我们了解，有人不认识我们。嗯，这个人我觉得应该着重介绍一下。啊，您太客气了，于谦，我。哎，好，真的吗？这不是我捧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好。嗯，你说人家台上啊，说学逗唱，就这四门，哎，说还凑合吧，是吧？说还凑合，说还凑合。嗯，台下呀，就人家这个人性啊，啊，主要是人性。哎，不客气，不是我捧的，真的。你还捧我呢？嗯，我招你惹你了，都脆上了这儿。有一虫子，进了一虫子，嗯。什么月份有虫子呀？这我这个心意你是能明白的吧？我这大概明白了。好，真的吗？相声说得好。没有。有老师吗？有。谁？我们先生石富宽。你们先生石富宽？对。你是他太太？这怎么拎的？这是我看我媳妇介绍我就这样。啊，我先生郭德纲。不，你跟他老两口子没？嗨，跟你们这不一样啊！我们这先生就是师傅，老师傅哦。哎哎，好好说，得，相声是门艺术。哎啊，那当然，抨击丑恶，藿香正气。哎，还有药材是怎么的？那就还藿香正气？怎么说？弘扬正气。弘扬正气。对，好好说。哎，相声说好了，也能够荣华富贵，是这样的，也能够养家糊口。对。人人都是如此啊！把您的工作干好了，嗯，错不了。当然，拿我来说吧，嗯，我今天来，我关键是我想给大伙儿花点钱。怎么着？有一位算一位啊！您有一位算一位，给大伙儿花点钱，今天不能白来哦。我待会儿拿出钱来，我给大伙儿分一下。你要送钱？哎呦呵，您这太大方了。但是有条件啊。啊啊，因为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，是不是？都是挣的。我有要求。什么什么要求？您要是愿意笑啊，我就给钱。那听相声都乐，也是分多少种，还有档次。哎，你要说扑哧一乐，哎，小呲牙，我给50。这就50块钱。对。哦，哈哈哈，乐出声来了。啊，给100。涨价了，看见后槽牙了啊！嗯，给200，啊，就大笑了。看见扁条线了，给300。有一位算一位啊！哦，有一位算一位，不管坐哪儿都算上啊，都算上。你也行，你我们后台的也都主持人、电工都行，有一位算一位，我们都可以乐呀。我这点钱花不出去，我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也行，我们都可以乐，是吧？你一样啊。哦，好好好。你会乐吗？我当然会啊。你乐一个，我也给钱。我乐也行。来，我来的。来，小姐，行吗？来来，越乐的越大，给的越多，是吧？乐的越厉害，给钱越多。好，来。这怎么样？5000。给那么多，都看见晚饭了。嚯，好嘛，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倒没看见这台板是什么色的，是吧？嗯，不是透的。这这么些钱，我给我找一花钱的道吧，我都快急死了，知道吗？您就那么有钱吗？太有钱了，我啊！当然了，咱实话实说啊。哦，也不是一落生就有钱的。那当然。天下哪有一落生就是有钱的人呢？没有这个事，他是通过拼搏奋斗。对，我当初也不行，是吗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也穷啊，穿得挺破，哦，口袋里没钱，嗯，住的房子千疮百孔。哎呦，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。怎么了？外边小雨，屋里中雨；外边大雨，屋里暴雨。哦，有时候雨实在太大了，全家人都上院里的避雨去。
啊，这都没听说过，到这地步了是吧、嗯、我很着急啊。哦，人家都有钱，我怎么就没钱呢？嗨，您得创业。我一定要创业。对，我怎么能有钱啊？我劫道去吧。劫道去？我买了把刀，找一旮旯、哦、嗯，我那儿等着，忍着。来大姐，蹭我就蹦出来了。劫道，劫道，嗯，把钱给我。是，大姐哭了。干嘛？下岗女工，越说越可怜。我给她5块。您这不够挑费了，怎么干？这要是劫半年，连房都卖了。是，不能这么干。花费太大了、嗯、啊！我一走的好些个大商场门口，啊、嗯，天津，你说吉利呀，你说什么这些个、嗯，包括住的那金黄大酒店。我一走到金黄那儿，我就掉眼泪儿。干嘛哭啊？这大买卖多的是我的。您就想瞎了这好眼吧。啊，我存钱，嗯，我买它，买金黄。我存了3月，一扫听，怎么样？我连那门都买不下来。对，人是大买卖呀。你说这个玩意儿，他可说不准。怎么？人没有穷一辈子的。哦。瓦片也有翻身日，东风也有转南时。我这么说您转运了？你光看郭德纲不行。哦，行一把给你瞧瞧。您怎么行的呢？那天走到北京啊，北京长安街上，哦，我正跟那儿遛弯呢。哦，溜达呢。打那儿过一辆车，是屎车。哟，我提鼻子一闻，呵，怎么了？这个香啊，勾起我的食欲来了。哎，您等一会儿，等会儿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啊。您这想钱想糊涂了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屎车会香？屎车呀、啊？怎么屎车、啊？大屎管子车呀、啊！您倒说清楚了。啪，摔下一箱子来。哦，打开一瞧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怎么了？都是钱呐、啊！哦，全是啊，欧元、美金，嗯，一沓儿一沓儿的。呵，还有一饭盒。哦，打开一看，什么？都是钻石啊！这谁钻石搁饭盒里呀？这啊，半斤一块的。那搁不了几块啊，可了不得了。嗯，我有这么些个钻石。哦，我能拉多少玻璃啊？哎、呵，您老惦记做这小买卖，我了不起了啊！嗯嗯嗯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转眼富家翁。这一下我就是有身份的人了。对啊，是你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就不信。你先撂下吧，这啊，有身份的人不这样，你管着吗？啊，我就是有钱的人了，啊，朋友们。我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了。对，我看你们谁敢看不起。先下去，你哪儿那么些零碎儿？这说着说着话，在家上炕上惯了啊，跟这儿没别甭。我这回我有钱了，嗯，我要报复贫穷的时候。你这怎么报复？我玩命的花钱呢。哦，就是造钱。我造啊，我花钱如流水一般呢。怎么花呢？我玩命的花呀。嗯，我在吃上我要报复。哦，就是吃什么贵我吃什么。什么呀？什么好啊？吃什么？点什么？削面。削面。拉面。啊。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。哎呵。哎呀。啊，牛肉拉面吃。刀削面。嗯。包蒜就蒜吃。哎呀呵。拿馅儿饼。啊。韭菜盒子。嗯。买枣馒头。啊。枣馒头。我光抠那枣吃。哎呀好。哎呀，他太糟践粮食了。嗯，我买一糖三角，干嘛？热糖三角。好，我插一吸管嘬糖。哎呀，怎么想出来的这主意？有钱我得造啊！我就这么造啊！我买那个碗的那种方便面。哦，我买俩，我泡上的。是。我买根肠子撅在里头。哼，我烤一大腰子吃。哼，一个大腰子。哎，大腰子吃啊！我烤馒头片。呵，我穿带领儿的褂子。哎，以前的褂子都不带领儿是吧？买一斤西瓜，啊，论斤买西瓜。买酱豆腐，呵，买矿泉水喝。哦，喝矿泉水了。我倒要看看里边装的是什么。啊，破，怎么样？兑水了。废话。那本身就是水呀。想钻我？我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哎呀呵，我有钱，我了不起了，我啊，我存自行车，我不划价了，我存自行车还划价啊你？我上公共汽车，我也投那个真币，好嘛，以前都穷疯了都，知道吗？我了不起呀，嗯，我干买卖，
啊，做生意是正道，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的这些大商店，楼了都都是我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有钱们先把身体养好了，都是我的。好好好，京津唐高速公路，嚯，我的高速公路您买下来了，京沈，您我的，哎呀，京冀，嗯，我的，呵，京沪，嗯，我的，哎呀，啊，甭说这个，嗯，连那个什么京九铁路，您的，铁道部的，废话，铁路呢？我说你卖给我吧，卖给我吧。部长直流眼泪，干嘛出去？哎，流着眼泪说这话，不卖给我活该。嗯，我自个儿买车一样啊，买车也是汽车呀，你管着吗？嗯，我买40辆好车，什么车？奥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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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奥拓，行了行了，奥拓，行，这还没数够呢，甭数了，再数也是奥拓呀。我买40辆奥拓，买这么些这车干嘛呀？我都排好了，排一溜啊！我拿铁丝吊上，开起来跟火车一样。哎呀，你较这个劲干嘛呢？这我就是跟铁道部怄气，这犯不上。哼，嗯，我开车开腻了，我打车。哦，打车。哎，我打车。嗯，我打这个，我打6辆。打6辆。我一人出去，半马路站满了，横着走。六辆车横着啊，门子都卸了，干嘛？拿铁丝都吊好了。哦，我躺在后头啊。哎呀，你要掉下去怎么办呢？我就要报复，知道吗？报复。这个车坐腻了，我弄辆洋车。洋车。有一个电影叫《骆驼祥子》，见过吧？啊，那祥子拉的那个。啊，那洋车。照那样给我来一辆，自己坐。黄金打造，纯金的，上面镶着钻石。哎呦。啊。花多少钱？我来这个。啊。我这上面有。脚铃你懂吗？脚铃我知道啊，一边一个那个。对对对，脚踩着的。对对，一般的车几个？就俩。我这仨，仨脚铃。嘿，一脚踩一个，手里那拐棍杵一个。哎，这趟回来我比拉车的还累。哎，对，净杵那铃铛了没事。啊，我找一个跑得快的人拉着我。我找谁？有一个叫刘翔的。哼，世界冠军。你不是跑得快吗？对呀。拉着我走，咱上宜兴府溜一圈去。哦，要掉下来你可追不上他。我带着枪呢，干嘛用？我打瘸了他，回来我拉着他回来。哎呀哈，这不是折腾吗？您不要羡慕我们有钱人，没有这事儿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我吃喝玩乐呀。嗯，我就是为了造钱，就是花钱。朋友说了，你这个能花多少钱？都说的是你出去散散心啊，周游世界，哎，旅游一下。咱一听，对呀，对，我。全世界这么些国家我都没去过呢，对，我得看看呢，啊，对吗？北辰、东丽，是吗？霸县，你先分析，啊，差古奖，等汉沽，行了，别卢台，啊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都没去呢，知道吗？是你这地方您都没去呢，你管着吗？您往外走一走，我上卢台国看一看，啊，哪儿有国呀？哼，我去玩一玩去。啊，后来朋友们说了，这个还是近，就是还是近，你往那个半球看看吧。啊，我一想。那就是保定了啊！嗯，活这么大我才知道保定感觉在那半球呢。嗯，上有天堂，下有保定啊！谁说的？这都好地儿啊！有一歌夸保定吗？怎么说的？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您说那是杭州啊？啊，杭州这是一个地儿吗？不是一个地儿。好，分开了啊？什么分开了？我走啊！啊，我包长途汽车，哦，我奔保定。看一看保定大好河山，去吧。啊，听说保定要跟咱们建交了啊！等会儿吧，你先生别说啊，那就是中国是吧？建交啊！我看一看，啊，保定满大街那都是珍馐美味、上等的食品。有什么好吃的？驴肉火烧，火烧驴肉，嗯，酱驴肉，嗯，素火烧，哎，那就没加上，不是就完了吗？这个，我吃啊！这有什么单说的呀？我乐意搁香菜，我就搁香菜。嗯。我乐意放辣子就放辣子，嘿，你管得着我？没人可管这个。你打我？嗨，我打你干嘛？你动我一下，你加一香菜我就打你啊！哼，管得太宽了。你不敢跟我们这有钱人来劲儿，知道吗？是是，我一手一个驴肉火烧，嗯，我玩的命的吃啊，我啊，好好好。晚上我下榻在保定国际驴火酒店，
驴火酒店，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的。哎，您也离不开这个，我都包下来了。嗯，这叫这摩天大厦啊，楼上楼下加地下室这三层楼，对，都包下来。不是，三层楼还摩天大厦呢，干着够高的了。嗯、什么高啊？都包下来了，全是你的，全是我的。哦，把门都打开了。呵，晚上我提着闹表进屋，干嘛呀？搁在床头上 啊，铺好了被，捂好了褥子，嗯，躺进去，哦、三分钟，噔，表响，嗯，拿起了一瞧，到点了。卷着被窝走二号房间。哦，嘿，哦，睡三分钟就换间房。这一宿才睡了四十多间房。嚯，我太有钱了。有钱好。有钱是有钱哈。嗯。这个觉少了点、嗯、哎，净串屋子了吗？早晨起来，往餐厅一坐。嗯。这些服务员都站好了，就我一人。你包下来了。大桌子摆好了啊。嗯嗯。拿展布掖在这儿。餐巾。哦，行，也行，也行。什么叫也行啊？刀叉，嗯，什么鱼子酱、西餐、红葡萄酒、嚯、面包、啊、奶酪、好、糖蒜，哎，啊，糖蒜、驴肉、活肉都有。嗨、哎，我知道您准离不开这。吃，吃饱了，嗯，擦嘴，好，站起身往外走。嗯，服务员都客气，都鞠躬。哦，先生慢走。哦，先生您好。哎、先生干什么去？你管着吗你？哎，这嗨，哪那么些废话呀？你有功夫学普通话不好吗？你就是你也甭说人家。哎，我好好看一看。走走，走到保定大街上，我神清气爽啊，高兴了。有钱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啊，我痛快，嗯，我美死我了都快，嗯。是啊，有打对过来一人，谁呀、啊？七十岁的年纪，老头，比我高半头，嗯，圆脸，嗯，脸长得跟包子似的，知道吗？衣衫褴褛，鬓发蓬松，哟，看着是受了罪的人，走到跟前，咕噔就跪下了，哟，吓我一跳，哎。别逗啊！啊，你谁呀、啊？啊，德刚大哥吗？七十多岁，郭德纲，管你叫大哥。德刚大哥，哎呦，别逗啊！嗯、您七十多了啊，就是，爷们儿，您别逗。嗯，德刚大哥，还这么叫？不是你谁呀、啊？你是？你说一说，我是于谦他爸爸。你先，你别说了。德刚大哥，行了行了，行了，别往下说了，还没说完了。什么说完呀、啊？啊？我爸爸管你叫大哥，我也是。我这别胡来呀、啊！就是跟谦儿我们关系这么好，乱辈儿。我不管您因为什么落得这般处境 啊，玩笑不能开。对呀、啊，起来，兄弟。哎，应了，真答应啊！你不答应他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你跪在这儿怪膈应人的是吧？嗯、啊，快起来，怎么了？哎，问问什么事？别提了、啊，沦落在保定，回不去北京了。哎呦，不是这凡事有因有果呀。啊，您不是。挺好的吗？说您老当益壮，带着一帮人干这个包工队的啊，挣钱吗？在北京城给人盖房什么的，挺好。跑到这儿来了，一言难尽。怎么了？我带着人上保定来应了一个活，包一工程。本来好事，钱也挺多。哦，一看图纸，让盖一个七十米的大烟囱。这活大呀！没黑带白干完了，人家来了一分钱没给。凭什么呀？图纸看反了，让挖口井。不给钱打死都不多啊，这个这一点都不冤，真的一点都不冤。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行了，别兄弟了啊。不是这你这怎么干这个事儿呢、啊、你人就失手麻又乱提嘛，这能错了吗？我人都打跑了，一分钱没给我啊，困在保定，我没辙了啊，你得管我呀，大哥啊。行，别没完了是怎么着、啊、我说得了，那怎么着，咱们这遇到一块儿了，我不能不管呢啊，洗澡去吧。哎，洗澡换衣裳都弄好了，吃完饭是把他领回酒店，把经理找出来、嗯、来来来来来，这个于老先生，嗯，北京城说相声于谦他的父亲是吧。到了这儿了啊，你别管别管因为什么啊，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做，他要干嘛就干嘛，你够朋友，我的钱就是他的钱，我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，哦，别拦着他，嗯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们俩就是一个人，哎，啊，好，您不如说您就是我爸爸，合适吗？什么合适？真硬啊似的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我是好意啊。什么好意、啊？我没想到慈心生了祸害了。又出什么事了？那天我出去上街视察去了 啊。我们视察去了，我数数有多少个卖驴肉火烧的、嗯、数这干嘛？我再回来出了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你父亲太万恶了。怎么
什么事？给我来个卷包会。哟，所有的钱，所有的东西，他雇了一辆车都拉走了。嗨，我傻在这儿了，干这事儿分文没有啊？嗯啊，养狼当犬，看家难，墨染炉瓷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呢。嗯，我这一片好心成了狼心狗肺了。哎呀啊！这个老头太不应该了。嗯嗯，我把你救活的，你现如今给我来卷毛会，我怎么办呢？就是 啊我傻在这儿了啊！经理也劝我，嗯，关先生，你在俺们这儿花钱如流水一般，嗯，现如今你落魄，俺们不能不管你，就是，啊，就是，会计打开保险箱拿钱，给郭先生拿一毛钱。嗯，哎，一毛啊，攥着一毛钱走了大街上，我眼泪哗哗的，人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天气已经很冷了，哦，十冬腊月大雪纷飞，我还穿着一件塑料的皮衣呢。哎，塑料的皮衣，脚底下穿着布鞋，嗯，抱着肩膀，哦，往前走，我怎么办呢？太惨了！马上来叫唱去，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嗯，现如今我落到这个地步了。嗯，当初我大把大把花钱，这会儿谁给我一块烤山芋？就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！看透了，心里难受啊！嗯，就听着旁边蹭，怎么回事？哪儿敲锣呢？啊，旁边饭馆出来小伙计儿，啊，端着一火锅搁在地上。哦，这是别人吃完的，嗯嗯，撤下来的。他这会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？都有什么意思？是给我的吗？啊！我一瞧这里边，呵，肉片、鱼丸、油麦菜，火锅还热着呢。刚着。哦，这是让我暖和暖和。好，我就别客气了，是吧？怎么不客气？我一把我搂到怀里边，啊，我迈开步就跑啊，拿走啊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嗯，到路口那儿修大桥。哦，没有人走，是坐在桥根这儿搂着这火锅。我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又伤心了，救了命了。对，我吃吧，吃吧，我别客气了。嗯，油麦菜，先吃菜，肉片儿，嗯，过瘾了。鱼丸儿，找着，怎么？哎，跑了，都这样就别玩漂了，知道吗？就在锅里头涮涮，嗯，还逗啊，嗯，哎呀，又跑了，哎呵，你还是不饿，知道吗？哎，是鱼骨，哦，鱼骨，那也吃啊？怎么了？谁的假牙啊？这位也够喇叭的，这位还有这么大大咧咧的人，嗯，也别扔，干嘛用啊？这安个把当养挠使唤，嘿嘿，全有用，吃吧。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嗯，搂着火锅，嗯，这手拿着我这武器，啊，什么养挠，嗯，嗨，别提这个了。正在三睡不睡的时候啊，四睡不睡，啊，漏了睡了，哎，这穷成这样还上睡了，嗯，迷迷糊糊啊，嗯，就听那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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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什么响？飞机响，偷眼观瞧，跟前停一飞机，嗯，门一开又打里边蹭蹭蹭，怎么回事？跳下十个大小伙子来，哦。每一个都是一米八的个儿，啊，刀砍斧剁一般齐呀，啊！是啊，都穿着黑西装、白衬衣，打着黑领带，戴着墨镜，哦，一站站一溜。嗯，我心说坏了，怎么了？这是香港黑社会的，啊，电视剧咱们看过呀，啊。是是，有那意思。这十个人站好了，一转身，咵，那么齐，一个扶一个肩膀，哎，来十个瞎子呀。吓坏了我了，这有什么可害怕的？黑社会抢我这养挠来了，嗨，不要那玩意儿，我看着他们啊，这石头到我跟前一鞠躬，嗯，您好，哎，吓我一身汗，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是瞎子呢，是感情会说话，对，这有关系吗？这个瞎子那是啊，头一个冲我鞠躬啊，姑爷您好，姑爷，姑爷啊，哎，这个称呼很亲切啊，叫姑爷肯定是有姑娘啊，那当然了啊，我这会儿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啊，嚯，老天爷真睁眼了，认错人认到我这儿来了，是这事还不能胡来，为什么？他不像认别的，认儿子认孙子这都好办，嗯，到时不对了，你瞧你占我便宜，是啊，你拿我当你儿子了，这不好，你这个庸俗恶俗低俗啊，这才可以，还怎么三俗啊，是不是啊？但这认姑爷不行，是你明知道不是你跟人去了，对，兵帮五司打你一顿，这哪受得了去，占便宜，我赶紧说，我说你再看看啊，
你再看看，认准了。对，没错，姑老爷就是您。认准了，跟我们家走吧。哦，急死我们了，可找着您了。嗯，我说你别闹了，我现如今混成这样，我怎么回去？是，全家人看见我，我拿什么话说？姑老爷您怎么了？家里哪有别人呢？啊，嗯嗯，小姐，那是您媳妇儿。老太太是您岳母，剩下都是我们这些手底下人。呵，寡妇老太太带一丫头。嗯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这事儿能干的这事儿啊？干什么事啊？走，我跟你们去。嗯，抱着我这火锅，拿着我这武器。哎呀，好嘛，上飞机。嗯，十分钟可就到了。哦，下来一瞧，我的天哪！怎么了？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好大的一所宅子呀！哦，就跟小号的故宫似的，那么大。紧跟着门分左右出来40个人，雁别翅排开，嗯，鼓乐齐鸣。由打里边10个老妈搀着一老太太出来。哎呦，甭问，这老太太是本家奶奶，怎么见得呢？你想啊，啊，她不能10个老妈搀一老妈出来啊。哎，废话嘛，这不是。来到里边，嗯，老太太瞧见我乐了，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，嗯嗯嗯，可了不得了，说走就走啊。你瞧这身，哼，这嘎吱窝都孜然味的了。嘿，好，弄他去洗澡去吧，赶紧洗洗吧。来到洗澡这屋，呵，啊，脱了之后下池子这通洗呀，啊，哎，我结结实实的退，嗯，我一看这还摆着香皂呢，脱呀，我吃3块洗3块，哎，吃，我打里往外这么香，好嘛，洗干净出来，旁边有衣服间，嗯，所有的衣服拿过来往身上套，穿内衣内裤，哦，啊，秋衣秋裤，哎，对，啊，绒衣绒裤，穿暖和一点，毛衣毛裤，啊，棉衣棉裤，嚯，啊，皮衣皮裤，哎，啊，军大衣啊，皮大氅，呵，狗皮褥子，哎，全围上，小坎肩儿，啊，哎呀，都穿好了。我说来人呐，啊，把窗户卸了，把我搭出去。嗯，好嘛，走不动道儿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嗯嗯嗯，来到这屋大客厅啊，比这屋都大呀。嚯，屋里边点着9个大炉子啊。1楼多粗的大炉子，哎呀，就这火苗子9丈9，那么高，房梁子高是3丈3，哎，全了了吗？那不是，开窟窿走火苗子，什么人家这都是？老太看着我美，嗯，真尊呐，啊，还夸呢，人是衣胜马是鞍，西湖景配阳偏，不捯饬不好看。你看都穿完了，一瞧，好看了，那么狗熊似的，啊，哎。我纳闷儿啊，嗯，大衣外面这背心你怎么套进去的？啊，你这是高科技呀，啊！啊，哎，甭夸了，实在是了不得啊！嗯嗯嗯，哎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你脾气太大了。是，说走就走，眼里还有我们吗？哦，旁边老妈子说了，老太太啊，姑爷一来走，二来走，为的什么呀？嗯，为的就是没结婚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日子就挺好，干脆给他们完婚吧。完婚？我一听今天结婚，我得琢磨琢磨，啊，怎么？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。她要是漂亮呢？漂亮，我就跟着忍了。啊，她要是不漂亮，我也忍了吧。哎呀，主要是喂饭吃，你出去挨饿强啊。嗯，院子里有人忙活，一会儿功夫花团锦簇，哦，有人搀着我走上2楼见小姐。我一瞧小姐这漂亮啊，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，好啊，冲我一招手，我电不宁腰往前就走，嗯，啪嚓一声，脖子也摔了，火锅也脆了，鼓这么大一疙瘩呀。您不要结婚吗？那桥上睡觉呢，我做梦呢。这个来了很多的朋友，嗯，我不能让您白来。怎么？我有一手绝活。干嘛？口吐荷花。我要倒霉，算了。我看他们预备了。预备就说呀。预备了不用啊。啊，不，不行，咱换一个。这事儿闹的。嗯。不用就不用吧。嗯。跟大伙儿介绍一下。嗯。有认识我的，有不认识我的。什么？你认识我吗？我啊。嗯。就不认识您。你看我是。干什么工作的？哦，猜一猜您的职业。对对对，就这个身份，这个气质，看不出来。你好好看看。好好看也看不出来。我这，您是我眼拙，您是，军事家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军事家就军事家，干嘛那么嬉皮笑脸？你这哪儿说理去？你太可乐了！我是军事家。嗯，您会是军事家？你不认识我？我真不认识您。完了，你看我这个姿势。啊啊！啪！哦，还打靶。
长枪，啪，崩弓子也练呐，野外训练嘛，哪有野外训练？嗨，那边啊，那边啊，呀，行了行了，别练了别练了，就这样吧啊。大军事家郭德纲，嗯，就是我，是啊，很高兴，我今天是便衣出来的。哦，我没穿着我那个军装，没有。但是我要以我一个军人的身份，嗯，跟大伙儿聊一聊。好，好，您说一说。我认为啊，这别要这个了，你这，你洗洗还能使？哎。军事家也得过日子嘛，过日子没有老擤鼻涕的，知道吗？你真不认识我？我这不认识您。我属于国际的老核部队。老核部队啊？对，没听说过。你知道什么维和部队啊？什么叫维和？维持和平啊。老核呢？不知道。老得维持和平啊。这怎么那么贫呢？这军队维持和平不可掉以轻心。哦，1996年，世界各国选拔在军事方面有奇才的人，聚在一起进行培训，成立老核部队，平定天下，打击恐怖分子，反恐。哎，各国都挑，中国挑的就是我。您去了？就是我。哦，哎呀，当时为了说选择在哪个国家进行培训，费劲费大了。是吗？最早说在瑞士，这可好地方啊。瑞士说，哎，这不行。为什么？人家中立。哦，不掺和。哎呀，不参与，别去了。法国好啊，那儿太浪漫。那怕什么？我们上那儿都忙着搞对象，耽误正事儿。你们干嘛去了呢？日本也行，净吃生鱼片闹肚子。哦，这也不成。哎，选了半天，选了一个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国家。哪国呀？军粮城。哎，啊，军粮城啊，这大地方啊，那是国家吗？管着吗？啊，军粮城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哎，嗨，谁问你这个了？我们在那儿训练，啊，教我们的老师是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。对，您先等一会儿。这都美国上将了，怎么还詹姆斯下士啊？你想 啊，上完了将不得下市场卖去吗？哎，那卖大将的。清晨起来，学生们站成一排，詹爷站在前面。詹爷呀，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唱校歌。哦，还有校歌。你本是宦门后，上等的人品是真秀啊。行了，哎，高腔呢？什么高腔啊？嗯，这詹爷唱评戏的，学了3年之后，我们就地解散。对，好，白费劲了，合着。很多单位上我们这儿挑人来，哦，都要走了。是，一个单位要俩，嗯，他门口站着去。嗯，小这么些年，给人当保安去？他们好歹还有人要呢。啊，没人要我。你说他们没人要我。那怎么了？恨得我呀，活该。活该。是，不用拉倒。哦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哦，处处不留爷，老子上铁路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。哼，我有我的出息。实指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到我的名字。是啊，没想到不久美国出事了。怎么？他的那个百货大楼让人拿飞机给怼了。哎呀，您这词儿太糙了啊。啊，世贸大厦让飞机给撞了。撞了。对，把总统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是吗？一天到晚这去火的要30斤50斤的吃啊。嚯，饭量不小。找吧。嗯，有没有高人能带兵打仗啊？是，总统有个秘书叫王富贵。什么名字呀？这是出一主意啊。在中国北京有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奇才叫郭德纲。知道您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哦，上炕认识媳妇儿，下炕认识鞋。呵，就这个能耐呀？找我？嗯，难了。怎么？我没准地儿住。怎么？我也许今天啊，地铁，明天火车站，哦，后天医院大厅。打邮费呀？你一个军事人才就是这样，
什么呀？居无定所。哦，我也没个电话。是，我就一 BB 机。哦，台都停了。哎，对，那没人用这个了。那天我跟街上正忙着呢。嗯。身后有人来我。哦，郭先生。嗯。郭先生。谁？等会儿啊。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。嗯。一女的。哦。外国人。是啊。漂亮啊。好看。金发碧眼。嘿呀。等会儿啊。嗯。喂喂。嗯。没通，大娘，这多少钱这个啊？打公用电话呢。啊，没通不要钱。好，谢谢啊。嘿，啊，我是郭德纲。啊，你找我是郭先生。啊，为了找你，我可费了劲了。哎，到处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怎么瞎子？您不是说漂亮吗？金发碧眼是金发呀。金头发碧眼，闭着眼了吗？哎，嗨，金发碧眼是闭着眼呐。就是，啊，我说你找我呀？啊，总统让我找你，让你带兵打仗。我说这个玩意打仗。给多少钱啊？给你1000万美金。这可不少。1000万啊，这拿三轮车拉也得拉两车了。好嘛，有什么，这我要都换成日元。嗯，干嘛呀？我得数到80岁生日去。没有这么折腾的。啊，太好了。你吃饭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我没吃饭。可这个点了没吃饭。嗯，跟我走吧。嗯，喜来登大酒店。好地方。旁边那削面啊。哎，吃刀削面去。来4碗。哦，3碗大的，1碗小的。是。他来碗小的，我来2碗大的，还一碗呢。我媳妇还饿着呢。嘿，好，一家子饿着。伙计，给包一辫子蒜，包一辫子蒜，一辫子蒜，让他多吃啊。啊，折着嘴里那味儿啊。好嘛，嘴里味儿还不如蒜呢。啊，吃，嗯，吃，讨厌。您不是说折着味儿吗？你留神，那外国瞎娘们告你去。哎呀，嗨，我跟人没关系。你没这经验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咱没拿人钱呢。这你得听过来人的话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啊，吃饱喝足，谈这事儿吧。哦，一说这事儿，1000万美金，不少，干得过吗？当然了。我说行，我说你，嗯，你说这事儿，我愿意做了。哦，那好，先给你钱。嗯，先给钱。人家据说这钱没有一气儿给齐的。嗯，有给5%的，5%，给10%的，10%，给15%的，不少了。我这是50%。50%可以了，干得过吗？当然可以。签字，接过钱来。嗯，对，没错，50%，好，哎，就是他。嗯，50一张啊？真的？废话，真的也少啊。好，我说行，我说你去哪儿？ 啊，我回大使馆。去吧。我说你怎么走？啊，我坐47路。好，嘿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这美国人跟您谈完1000万的买卖，啊，坐公共汽车回去。就我就我管他那个去了是吧？啊，反正我不能送他。我送他上车会让我买票怎么办是吧？嘿，这心眼全搁这儿。回家跟我媳妇说，啊，发财了，这就发财了，咱有钱了，啊，1000万到手，回来咱们就干一个大公司。是是是，我媳妇也高兴。嗯，没见过媳妇吧？没有，呵，漂亮，是吗？大个儿，四方脸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嗯，黑灿灿的。哦，他要是有胡子，跟张飞似的。啊，嗯，那还看他呀那个？嗯，我干公司，我就是董事长。哦，我懂事啊。嗯，你不懂事啊。谁不懂事啊？我来一大桌子啊，我弄个摇晃的椅子，我坐后边坐着。哎，摇椅。我雇10个带红箍的站桌子头里边。干嘛呀？我挨个卷他们。过瘾呢这。哼，原来你们骂我，这回轮到我了。嗯，我报复，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。为什么？我媳妇就扫厕所的。哎，别这揭老底儿了就。哼，好，我说我给你准备啊。啊，买10块钱卷子。哦，买5块钱咸菜，知道吗？哦，再给你留5块钱零花。剩下那钱我带走啊！就吃这个呀！啊，你可省着点，省着点啊！哦，我回来咱们就发财了。是，我一看这日子可不远了。怎么？人家告诉我10号要到机场。哦，我一瞧已经1号了。啊，我得赶紧去。哎哎，嗯，不着急。不行啊，我走着去。哎，走着去机场。走着去啊，走。到了机场，我乐。怎么了？等着我呢。接进来了。直升飞机。呵。你们做演员出门也就坐那个民航的，对，就直升飞机坐过吗？还真没有。你没坐过？没有没有。把我美的啊，师傅来了啊，先我能不上去啊？他在里边扔下凳子来，哦，踩着凳子，我爬进去。嗯，啊，人这驾驶员坐半天了，是大皮帽子，哦，戴着风镜，对，耳朵这还挂着耳朵那口罩，不是口罩啊，皮袄。皮裤大皮靴子，对，戴着白线手套，嗯，叼着烟卷儿，还抽烟呢，呵，才来，反正不耐烦了，等你好些天了，好嘛，走啊，嗯，走吧，走，嗯，飞机也摇玻璃呀，
这都没听说过。你坐住了，坐住了。我说你甭管了，甭管了。嗯，我坐到后边有一凳子，坐好了。哦，两边有揽着那套，嗯，揽住了。哦，师傅啊，嗯，开吧。这好像，嗯，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坐好了，坐住了。嗯，他把手套弄严实点，嗯，正正把，嗯，哪儿有把呀？这飞机，他那屁股底下有根白绳子头，啊，一蹬，嘚儿嘚儿，嘟嘟，飞起来了。这飞机还柴油的，这是。嘿，广阔天地都在我的脚下。瞧瞧，坐着飞机我痛快，呵，太高了啊！嗯嗯，高兴。哦，往前走吧。啊，飞了40分钟，缓缓下降。到了。加油，嗯。加油！开到加油站这儿，大家还喊了：“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往这边来！”啊啊，那个93的有吗？什么93的？93的。啊啊。加20块钱的，这嘿，飞机加20块钱油啊？油箱小，那也太小了，跟饭盒那么大。哎呀，加完了开出来，嗯，哪儿拿那地图？报纸呢？报纸哪儿送？啊，拿着报纸回来，嘚嘚嘚，不走了。怎么了？一回头，你下去，嗯，拿那铁棍下去摇去。啊啊！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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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拖拉机起来了。啊，扔铁棍爬上来，是开。往美国走啊！是啊，飞了1个多小时。嗯，他回头问我怎么说？你去过美国吗？没去过。你去过吗？啊，我也没去过。俩不认识道的呀？问问吧。哎，对了，别胡来了。嗯，你快捏闸吧你。什么？对对对。哎，嘿嘿，这是您先等会儿吧。啊，这馅儿炸像话吗？对呀，啊，前后炸嘛。啊，哎呀，我去吧。坐飞机打听。下来一瞧，嚯，开挖野地。哦，美国也有这荒凉地带。那可能是西部。老头跟那正锄地呢。是，我赶紧过去了。哦 ，Hello， 用上了。Hello， 这点英语。大爷。哎啊，大爷。嗯，老头一回头。嗯，干哈呀？嘿，好嘛，老贾。嗯，美国怎么走？嗯。那谁知道去？嗯，问村长去。哎呀，村长啊！您这是哪儿？啊，铁岭。好，1个多小时正到那儿。那美国到这还好几站呢啊！这哪儿有站啊？我一琢磨，我估计村长也未必知道。嗯，对了，转身回来了。嗯，一上飞机气的我呀。怎么？这驾驶员跟这正摆弄东西呢。干嘛？指南针呢？罗盘呢？定位的东西。我说你很落后啊！太落后了。这个时候这个东西不管用啊。什么呀？咱们得高科技。哪儿？扔鞋吧，啊，往那边开，嘿，纯粹瞎蒙，这是，嗯，飞了半年多，是啊，加了40000多块油，哎呦，我们终于到了美国了，到了，打天上往下一瞧，没错，怎么，底下写着呢，写什么？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，好，改厨子了，嗯，停下来吧，飞机落地，落地可是落地，停不下来了，为什么？闸线崩了，嘿呀。还是自行车，扎线儿崩，这怎么办呢？围着机场一圈圈转。哦，我说这可不行，容易出事儿。是，把门开开。干嘛？咱俩人把腿搁在外边秃噜着。啊，腿秃噜着，一会儿就停。是，对对，好主意，还好主意。开开门，把腿搁在外边。嗯，我攥他呀。是啊，我能伸腿吗？您没有。一会儿飞机停下来了，他都磨得光剩大胯了。哎，太惨了吧这个。这主意太损了！祝贺啊，祝贺啊！还祝贺！你这算办了烈士了啊！哎呀，别慰问人家了，回单位报销去啊！哪儿给报啊？再见，再见。嗯，转身出去了。嗯，一下来我一瞧，呵，怎么了？白宫来人了。是啊，来一帮人，穿着制服，哦，抱着书包。嗯，郭师傅您好。还郭师傅您好，来了。我说呵，才来啊，这忙。嗯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，那个您等一下。嗯，咱们打车。对。打车还得打车，你们车也不富裕是吧？啊，是。一会儿工夫车来了，上车，上车，直奔白宫，去吧。拐弯抹角，眼前到了。哦，我一瞧这白宫啊，莫怪叫白宫呢，怎么真白呀？好嘛，刚刷的浆啊。这是白宫这么叫吗？门口站着一帮人啊，背着包的拿着东西的。哦，我心说这是记者，媒体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跟媒体打交道，你要留神。当然了，不该说的绝不能多说。没错。我一下来，我捂着嘴啊！这帮人呼啦全上来了。啊，师傅要盘吗？卖盘呢？好嘛，什么人都往这儿来呀！
气得我呀！啊，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啊？哪有文化局？您大姐，您大岁数，您抱个孩子也出来跟着啊？哎，别等着抱孩子，你都走吧。啊，迈步往里就走。嗯，这大院里正当中洋灰池子，哦，里边是假山，四个水管子那儿呲水。嗯，这边车棚子，都是自行车，一辆一辆的。存车处，一老头带着红箍来回溜达。这别脆摊啊！嗯，别脆摊啊！这哪县政府吧？这是。嗯。啊，迎面白宫上面写着，嗯，计划生育人人有责。好嘛，美国也宣传这个。迈步往里就走。嗯，我说总统呢？啊，总统跟哪屋了？等您。大伙说就那屋了。是，等您急死了都快。赶紧去。一推门，嗯，我看见布什了。哦，他也瞧见我了。是，四目相对，他很激动。哦，两步过了，一把握着我手。嗯，你咋才来你？嗨、哎。你干啥去了你？你还龟孙儿！你妈接我抽你！我告诉你，别说，你有事说事，我打你信吗？你先等会儿，等会儿吧。我扇你！不是，行行，咱得商量商量。布什怎么这味儿啊？还请了一家教，是河南人。哎，实在不怎么样。普通话不老利索的啊。我说行啊，我说今儿看见你了，我痛快了啊。啊，怎么样？咱今儿吃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你来了能吃刺的吗？咱吃那海鲜嘞。海鲜。呵，行，今儿我吃你一顿啊！正说着呢，布什身上 BB 机响，他也挂这么嘟嘟嘟嘟嘟嘟，打开一瞧，嗯，英显的，嗯，汗显的，他得认识啊！对对对，饭已备好，速到食堂。嚯，走吧，嗯，吃海鲜。哎呀呵，我说海鲜，嗯，别算我，少来这套。嗯，什么海鲜？嗯，马哥，啊，嗨，龙虾嘞，龙虾吃龙虾，呵，怎么了？我说老布，这行啊，啊，这我抄上了，嚯，我就爱吃龙虾。是啊，我今儿我不就饼，哼，哎呀，对，就光吃龙虾。我告诉你们，哎、走，拐弯抹角到食堂，嗯，一进门那儿有这么一大水族箱，哦，大龙虾这么长啊，您抄上了，呜，在里边游啊，来吧来吧，大龙虾啊，是这样吗？人家，啊嗯、我哪懂啊？哎呀，美死我了，别比，美死我了，来，哎、快，醋碟儿。啊，酱豆腐、咸菜，快、哎、筷子，好嘛，这都什么佐料？吃龙虾啊！哎，把筷子掰开了，打磨着，快点，我等不了了。性的呀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！行，别磨这个了。龙虾哪儿去了？一会儿改牙签了啊！嗯，一会儿功夫，四个服务员搭一大盘子，啊，这比你的桌子大，那么大盘子，哎呦，往这一放，就这大龙虾盘子、哦、是简单一数啊，啊，得有三万多个龙虾，是来吧，包吧，呼，这个辣呀，麻辣小龙虾呀，呼，呼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吃您麻酥的啊！行，什么麻酥的？这得就饼了，这辣了。就什么饼？您得吃大龙虾呀！那调费高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就这个里边那是人拌的，那是知道吗？哎呀，行啊，甭比划了，甭比划。吃吧，嗯，正吃的呢，啊、听到上面儿咚儿咚，又怎么了？坏了、啊，恐怖分子来了，打起来了，我得去。是，我说我应该上去，可我现在不能走，嗯、我要上去你动我这龙虾怎么办呢？啊，嗨。不是说你别管了，我你去你的，我给你看着。哎哎哎，什么起子相的？好好，够意思、哎。我去，还捧呢。电不宁腰往上面走。嗯，我一瞧人来的可不少，是端着枪的，扛着炮的。我什么都没带呀。啊，刀枪无眼，这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。一低头，地上有一个钢盔，哦、捡起来往脑袋上一扣、嗯，护住脑袋不受伤。是。子弹打过来，哒哒，呵，我活了命了，没事了。我正高兴呢，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、啊。半夜不睡觉，顶个痰桶，你美什么呀你啊？做梦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王二姐私夫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来的不少，哎，今儿有不少，我很欣慰。老词儿，嗯，老词儿听的是味儿。楼下啊，好几万人。哎，您听这味儿，包括天桥、长门地区、啊。我说这儿也没那么些，很多朋友都站着。哎，他站票了，这么些人都站着，是没座不落忍呢。啊，不好意思的，都是花钱，人家凭什么就站着？啊，我陪你们。有座你也不能坐呀！我要坐下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啊，您就站着吧。我也站着。嗯，观众跟我们都很熟悉。哎，都成朋友了。好多人我都认识。是啊，很多观众
吃过饭，没少蹭啊。您这也闪一板落在眼上。你拿那边来，我拿那边。别捣乱啊！听相声别闹啊！不许超过我的声音。观众、演员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朋友。哎，应该是这种关系。而且是好朋友。哎，关系近。不管您什么身份，你什么大亨啊？大亨。老板呢？大款。非洲的酋长啊？啊。哪个部落的娘娘啊？嚯、哦，人上这儿来呀、啊？那有准吗？是吧？没准儿。往这儿一坐，没有身份高低，哎，都平等，咱们是一样的。对，而且我认为啊，北京德云社现如今还有一个功效。什么功效？解决了很多单身男女的问题。还有这功效？有。是吗？你不爱留神，我爱往心里去。看来您解决不少次啊、哎、很多人来的时候都一个人来，嗯，来了些回就俩人了，啊、就交上朋友了，多好啊。哦，听相声还能搞对象啊。嗯，进门交20块钱，嗯，挑去吧。也有拿我们这儿当婚姻介绍所的，是怎么着？是不是？嗯，20块钱也不叫多。嗯，找婚介200下不来。对，还托还多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，我对咱们的相声的前途啊，嗯，一点都不担心。哎，不说相声，干点别的，咱们也能活。这个地儿很多青年男女，嗯，从不认识到最后，现如今有处在热恋当中了。哦，热恋了，我很高兴。哦，我很高兴，嗯、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是吧？那倒是，你请他外边吃顿饭去，你得花几百。对，这个坐这儿，嗯啊，俩人1-2块钱，哎，40，弄点瓜子儿，嗯，来壶水，是几十块钱，两人完事儿了，哈哈一乐，对，多好。是，当然了，你也不能说图省钱上这儿来。保不齐演出完了出去吃顿饭，谁不吃饭，是不是该花钱花钱。嗯，赶上女朋友过生日，哦，买个礼物，那是应该的，送个东西，嗯，这不能吝啬，哎，不能小气，是不是？嗯啊，也不是说，不是说小孩没钱，那、哎、都挣钱了，你像我当初搞对象没钱那、啊、没辙。哦，那是话说来年头长了。哦，1920，你爷爷的事儿别说，就是我小时候。哎，说您，我那阵我搞对象的时候嘛。啊，几岁？4岁。4岁？不是，不是4岁，太小了。14，那也小。14有这想法是吧？嗨，18到18还差不多。18岁那年，嗯，认识我第一个女朋友。哦，初恋，特别好，不让我花钱。哦，他全他花，跟我说你花什么钱，也没钱、哦、是送什么送东西干嘛，别送、啊、嗯，别花那钱，记住了，1000块钱以下的你别买啊。啊，就要1000块钱以上的，疼死我呀。啊，是疼可吗？这个我很实在。嗯，我从来没给他花过钱。啊，就不买了。后来他过生日，哟，你说这多缺德。过生日怎么叫缺德呀？躲不过去这玩意儿，非送不可。嗯，买什么呢？是吧？嗯，说你喜欢什么呀？嗯，说咱门口有一古玩店，嚯，那儿摆一大花瓶，嗯，那个我很喜欢，真张嘴啊。嗯，我就看见了吧。嗯，大花瓶跟那价儿一人高，嚯，我说这多少钱？嗯，经理乐，这没多少钱。嗯，7000，这7000，我一个月零花是30。且凑不够呢，哎，我攒够了，他孩子上高中了，好嘛，
那还送他这管什么用啊？眼泪哗哗的。老天爷啊，谁能帮我一把？经理问我怎么回事？哦，我把事儿一说，女朋友非逼着我买这个。是，你怎么没钱？经理说没事，我帮你吧。哦，这原来是一对儿。哦，那个呢？碎了，在地上刚摔，一大堆碎片。哦，给你装一箱子。嗯，拿走。干嘛用啊？啊，你先去，我们打包给你送去。哦，啪扔那儿了，一瞧又碎了，把你钱花了，有那标签儿。哦，那价签儿。呵，我说太好了啊。救你一命，谢谢您吧啊！谢谢您吧，我去了，我到了，我说给你订您生日礼物，你最喜欢那个，一会儿就来了，大花瓶，一会儿送来，一进门我一接，俩人假装没弄好，啪击掉，比花灯，真，哟，我这坏碎了，那得打一看都是碎片，哎，碎片是碎片，怎么了？每个碎片都包着一个兜啊，都当正品那么包装的呀，服务太周到了，好。这怎么办？气得我呀！啊，女朋友转身就走了。哎，对，明白了吗？上这商店找经理打架去。啊，说你是人吗你啊？你这不回我吗？啊，他乐了。是啊，几千块钱舍得花。嗯，我能让我闺女跟你吗？啊，好嘛，一家子呀。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哎，我也不爱提这个。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，事儿过去就算了啊，没有别的，希望咱们这青年男女啊好好过，对，有好日子得有好过，哎，得好好过，国家提倡一夫一妻，是仨人好好过日子，对，哎，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不是，闪，你先别往下说，一夫一妻仨人好好过日子，对呀，啊，您算得过账来吗？废话呀，怎么仨人啊？一夫一妻啊，俩人，一个夫人一个妻子嘛，好嘛，没听说过啊，仨人好好过，不，我先给您讲明白了吧，我先给您讲明白了，怎么了？一夫一妻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不是一个夫人一妻子，是吗？啊，那现在叫二奶，那不让提这个。你他们骗我？哎呀，您还真信呐？好嘛，我熊二爷，其实我是好意啊，是不是？从您大伙儿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嗯，就是咱们好好聊聊。哦，好好聊聊，听相声是您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幸福。嗯，千千万万注意，这男的啊，嗯，不能够节外生枝。不，聊天可以，就别往桌子上坐了，上炕上惯了。好，好好过日子。哎，向于老师学习。啊，我于谦的生活很幸福。我是不错啊。嗯，买大房子。哎，对。楼下200多平米，反正不小，190万，是这房子190万，装修用了2000多块钱，那没装过，扯了。等会儿，您数一数，2000多，这数得过来，这个甭数了啊！这190万的房子啊，我装修花2000多块，里边没门儿，这个买纸篓就花了2000多。我要那么些玩意儿，纸篓干嘛呀？你爱脆弹呢是吧？这房子我住不了多长时间。啊，说这意思，这意思，有钱一进门，嚯，嗯，迎面啊，一进客厅迎面挂着12块表，花那么些表干嘛？英国时间，美国的，印度的是吧？我开一酒店，啊，有钱吗？有钱挂那么些表没用啊，这撑的呗是吧？这糟那是撑的呗，就是有钱啊。这现在生活幸福，我们嫂子也很好啊。俩人一出去，大伙儿看着都羡慕。哎，是。说实在的，于谦当初搞对象太可乐了。怎么了呀？他这个脑子呀，反正怎么说呢？这是去年刚开化。我这晚点吧，这个。原来这智力也差着。啊。我们做过 X 光的透视。啊。那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。就这么点儿，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搞对象
不懂，一概都不懂。啊，这开窍吧，二十五六了，跟傻子似的，还不明白。一天到晚坐屋看书。哦，就爱看书。啊，看闲门书，聊斋。哦，学聊斋。看聊斋，拿那当真的。哦，这也当真？疯子嘛，啊，是拿聊斋当纪实文学那么看。太不开窍了，这个。啊，还跟我说呢？你看，哎，你看人家这都跟仙女、跟狐仙结婚。哦。我什么时候啊？我说你有病啊，是怎么着啊？哎，那你找仙姑去。啊。那能找吗？嗯、啊。你能跟仙姑结婚吗？找去。能吗？啊。跟仙姑结婚，我就是仙姑父了。仙姑父有这词儿吗？我说人家还有女鬼呢。啊。我就是鬼姑父了。鬼姑父了。我还有神仙呢、嗯、我神姑父，神姑父啊，我还有蜜蜂呢、啊、风姑父，风姑父离傻姑爷就不远了，这好嘛啊，我找去，我得找去，真找，扔了书啊，奔西山了，进山了，哎，打对过来仙女，哦，手捧清泉款款而来，嚯啊，还以为仙女呢，就是仙女，嗯，卖汽水的，我说怎么手捧清泉呢，这站那还冲人乐了，嗯、啊。大姐看看他也乐了，哦，要亲命，嗯，你是看上我了吗？啊，是吗？没有啊，啊，那你乐呀、啊？哦，废话，把裤子拉锁蹬上啊！哎，出门要穿大褂多好呢、啊。神经坐不看听评书，电台放评书啊，聊斋有一个叫青凤，有那么一个回目啊，嗯、啊，坐屋坐着，书生跟屋坐着，一推门来狐仙，对，俩人结婚，是天天他坐屋等着，坐屋等着，狐狸啊，哦，哪有狐狸？没有，连耗子都没有啊，还真干净。上山找狐狸要结婚，嗯、啊，找三天真找着一个，有啊，啊，还结婚，怎么了？公的，哎。什么眼神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伙儿劝他，你别这样，你做了病了啊，知道吗？给你介绍一个吧。还有介绍的？徐德亮给他介绍一个。嚯、哦，徐德亮是我们后台最好的人。哦，最好人啊，热心肠。你算算，打这次放出来之后，基本是没干坏事。我这档子就差不多是坏事。给他介绍一个。啊，领了一姑娘往这一站，于谦一瞧，你差点没吐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一米三的个儿。啊，没什么头发，一个眉毛，嚯，这眼睛玻璃花，哎呀，鼻子这儿短半拉翅，啊，歪嘴，啊，手这样，怎么净半边的毛病啊？哎呀，啊，一腿长一腿短，你瞧，看看于老师，啊，把于谦气的，那可不嘛，徐德亮。你是人吗？啊，你给我领的这，你瞧妖精啊，这是 啊！我刚看完《聊斋》啊，害怕啊！你这是人样吗？我能跟他结婚吗？是啊，当然了，大姐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说你啊，啊，我是埋怨他，知道吗？嗯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哦，徐德亮说没事，你说吧，他是聋子啊。好嘛，我要不骂他，还不知道一毛病呢。后台啊，都这个，大伙儿给介绍我们这嫂子。这就好了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哎，有孩子啊！你这一家三口多好啊！啊，昨天我听后台俩人说了，嗯，啊，孩子这么大了，咱俩得结婚了，是吗？哎，早结了啊，早结了，是吗？那可不是吗？那他们说没结实，谁说？您听他们的干嘛呀？幸福好啊，啊，尤其他们两口子啊，很好，很般配，我们关系好，相敬如宾，对对对，举案齐眉啊，应该这样，两口子就非得这样，嗯。也没有说谁高谁一头压谁一头，没有两口子吗？是不是啊？嗯，当然有人说，有的男的怕媳妇儿啊，那叫气管炎，有这样的。对，现在反应少。哦，我们分析过这事，有怕的啊，真有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它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有一种来说啊，啊，是相貌怕。怎么叫相貌怕？相貌啊，媳妇儿长得太漂亮了。哦。说好看呢，漂亮。自个儿一瞧，照镜子一看自己，啊，哇，自个儿看着都恶心啊，自个儿都吐了，好嘛，啊，太
过不去了，对不起这媳妇儿啊，得了，我怕人家了啊，得有这么一种怕一辈子，还有的是金钱怕，这金钱怕是哎，媳妇儿太有钱了，嗯啊，出去一趟挣一百，出去一趟挣一百。这他应该怕我知道吗？出去挣钱，去挣钱，你总往回拿钱啊，自个儿一琢磨挣不着钱呢，是啊啊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捧哏的啊，怎么还是捧哏的呀，挣不着钱嘛是吧，啊得了，怕人家吧，就这了，那这就怕了，还有势力怕，势力怕，哎，人家女方嗯，父亲很了不起，哦干嘛了不起啊，村长，嚯，这就了不起了，村长，自个儿呢就是一逗一个捧哏的，不是逗哏的，逗哏的爸爸都是县团级的，我猜对词儿有这个吗？也没有这个，说这意思，怕人家吧？哦，反分这么几种啊，势力怕，说起来说没有必要，好，两口子过日子。嗯，谁怕谁干嘛呀，就是家庭要和谐嘛，对对，家庭和谐社会就和谐了，哎，和谐社会，对对、嗯、好，你说这好我爱听啊，说的对、嗯、尤其是刚结婚的小两口，嗯，一般来说感情都特别好啊，如胶似漆啊，燕尔新婚，对，俩人刚结婚，嗯嗯，高兴啊，不是一天休息都没事，怎么啊，媳妇跟家做饭啊，这男的上班啊，家里住天桥，哦，这男的在张家口上班，这天天上下班啊，中午就40分钟时间啊，跟那边啊坐飞机送回来，还回来啊，回来吃这顿中午饭，好家伙，吃完赶紧走啊，走5分钟又回来了，干嘛，我想你了，看嗨，那么远就甭耽误工夫知道吗，两口子过日子就怕逗闷子，怎么叫逗闷子，闲的没事啊，你爸爸不就是你村长吗，你看我、啊、我是一捧哏的、啊、我了不起、嗯、知道吗，你以为你不错，嗯，我们后台那刘云很好看，大个儿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说刘云天啊，说是刘云啊、哦、没天，媳妇一琢磨刘云像个女的名字，哦，打这起就盯着你，哦，这没有必要的事儿啊，瞎你睡着了，媳妇坐起来，嗯、拿袜子套在脑袋上，干嘛呀，打手电翻你的衣裳兜检查呀，啊，改了特工了啊，嚯，翻数你的钱，嗯，看多少钱，哦，看短多少钱，是啊，100短了就短了，嗯，保不齐跟朋友吃顿饭什么的那就花了，看看有没有别的相片，有没有啊，哦，相片不行，就怕这个，哦，就怕有相片，知道吗？郭德纲的相片有一车都没事啊，那搭档嘛，就怕有张张曼玉的要亲命啊，张曼玉都不成，你看就你媳妇哪看我这个去啊，可急了，坏了，跟张曼玉怎么怎么样了？好嘛，两口子打架啊，还有这演出票，票怎么了？一张也没事，单人自己去的，对，3-4张同事一块儿，这没事，就怕2张，两张你不定跟哪个女的去的。所以郑重其事的告诉大伙儿、啊、出门把票都扔了，好，没人这么琢磨，也没事找事、啊、两口子过日子，有了孩子这家里更热闹，孩子添一口人，添一口人多好 啊，可是正确教导孩子也很重要，哎，得教育好，是不是，嗯，家里这正忙活要吃晚饭呢，嗯、啊，这忙活着呢，一推门孩子进来了，哎，哭了，哟，这怎么办吧，得问呢，啊，小倩儿，哎哎哎不是你咱们哎爸爸不就是哪儿啊，你说别这怎么叫这名字，别不叫这个，没我什么事、啊、好好啊，不叫名字，对，儿子，哎，还是叫这个吧，你看他这跳飞减肉嘛，什么呀，怎么回事，哎，问为什么哭啊，哎，张爷爷打我了，嗨、哎、你看这男的急了，你怎么打孩子这么大岁数啊，我找他去，那就问问呀，媳妇要会做人都会做事的，怎么办，就得拦着，哦，嗯，别闹，谦儿，还是我，怎么回事啊、嗯、张爷爷打我，哎，不许说谎啊，嗯，张爷爷是那人吗，就是打你小的时候张爷爷多喜欢你，哎，那么疼你，背着你抱着你啊、嗯、给你搁肩膀上，嗯，那么张爷爷的肩膀压成那样了，张文顺呐、啊，
你记得你去年淘气吗？啊，这张奶奶熬了一锅汤，搁在院里边，你把你爸爸的袜子扔里头了。哎，人家老两口打起来了。嗯，张爷还埋怨张奶奶，怎么说？海带为什么不切？哎，这爷爷眼神太差了。啊，张爷喝完都中毒了，不至于。啊，人好了之后，人家都没说过你，没打过你。你看看，啊，怎么会打你呢？啊，你准是淘气了，哎，知道吗？别闹了，去洗脸去。啊，饭熟了，一会儿那卡通片演了，哎，动画片，看电视，小天的故事啊。离不开这个似的，说这意思，说这意思啊，行，很好啊，哎，这就劝过去了，这不就过去了吗？啊，你就怕这个，一家子糊里糊涂，哦，没事找事，怎么要了亲命了？不行，你这丈夫回家了啊，嗯，下午六点半下班回来了，推自行车回来，哦，大杂院，一瞧自个儿那家门啊，嗯，锁着，没人，那帘都挂着呢，哦，瞧这讨厌了，掏开钥匙，捅开门，进去一瞧，被窝还没叠呢，真乱。现在痰桶跟那儿满登登的，还有呢，赶紧端出去倒了。嗯，找吧，大杂院，自个儿媳妇不定跟哪屋呢。哦，啊，人上哪儿去了？干嘛去了？打这屋蹭这媳妇出来了。嗯，喊什么呀？哦，讨厌，你真不开壶。这几把牌打的玩牌的，那您这二年怎么的就不开壶？嗯，二年不开壶啊，要我这脾气比他还大呢。回去吧，进了屋了，你也不叠被啊？叠什么呀？一会儿不还得睡了吗？好嘛，痰桶你也不倒。嗯，放那玩意干嘛呀？嗯，吃什么呀？买去买去买去，现买。行，我买去。嗯，转身出去了，买点饼吧，省事吧。嗯，买点饼，买点火腿肠子，乱七八糟的。嗯，买点回来，来吃吧。是啊，大饼卷那肠子。嗯，讨厌，就讨厌吃这东西啊，还挑眼。鱼翅捞饭多好啊，是好。拿饼没法夹。废话，有烙饼卷鱼翅捞饭的吗？我挣多少钱让你这么吃？嗯，再一个也架不住你收钱的呀。别废话，别废话，谁要收钱？我那年还挣六毛呢，是吗？好，那二年以前的事儿了。吃吧，正吃着门一开，孩子进来了，哎，哭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张爷打我。嗯，你想想，这么大岁数欺负孩子，嗯，我打那算账去啊？真去啊？你瞧这媳妇得拦着不拦着？对，你找人算账去啊？你打得过人家吗？哦，张文顺多大能耐啊！一肩膀高，一肩膀低啊！人练过，一看就是这样练过。这是武术的架子，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听说架子扎歪了，知道吗？嗨，纸架子呀！你打不过人家，你还跟人家拼呢？看你倒霉德行啊！嗯，缺德孩子也是，蛤蟆转长虫，掏上一王八，三辈没眼没玩意儿，知道吗？哪儿这么一套一套的？啊，缺德的挨刀的，啊，是你并没有人家你个狼掏的啊！你还要跟人打架，你打得过人家吗？啊，你自个儿照镜子瞧瞧你啊，胳膊像葱管啊，手指着像烟卷，脑袋像小碗啊，就你那脑袋还没张爷那粉刺大了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有那么比的吗？你那是作死，就是回来吧，别去了，拿着菜刀玩命去，这个样的日子你说怎么过啊？不能这样，鸡吵鹅斗，家里边必须保证不出事儿。哎，这一点夫妻两个人很主要。对，从古到今有很多这个民间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。哦，还有故事啊？你说梁山伯祝英台，梁祝哀史啊？你说说玉堂春？哦，王三公子啊，王三公子，对，都写了很多东西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。对对对，包括武家坡。哦，王宝钏看过吧？哎，知道这薛平贵、王宝钏，对啊，王宝钏、王三姐苦守寒窑，嗯，18年，多不容易，等丈夫回来，嗯，没回来，没有吃的，嗯，拿小铲出去挖野菜，你看吃野菜充饥糊口，等了18年，丈夫回来了，嗯，当了皇上，嚯，骑着马呱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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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走到武家坡一勒马，瞧见自己的妻子跟那挖野菜，嗯，啊，心里不是滋味。对，两个人见面一聊天一说是夫妻团圆。哎，好了，还有一句唱啊，什么唱啊？嗯，老生有段唱啊，是吗？给定银子吗？是的，媳妇吗？怎么说的？这顶银3两7，拿回去买烧鸡，买苹果，买鸭梨，买一把大我袋儿，你就笑笑皮呀、啊。谁说的呀？什
哪有这词儿啊？老词儿嘛，怎么老改一七哥了？这多现代这个。谁说的呀？老词儿，这没听说过都啊。就说这故事啊，还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有用处。什么？王二姐四夫回碑记。哦，摔镜件儿。哎，这知道吧？啊，知道这个民间故事也是这样。嗯啊，这个王小姐，她自己这男朋友叫张廷秀，嗨，赶考去了，一走走了6年都没回来。哎。他每天跟这儿等，嗯，自己的父亲也好，别人也好，威逼利诱劝他改嫁，从来没答应过。哎，对，终于把丈夫盼回来了。嗯嗯，很多的戏曲曲艺形式都唱过这个，哎，都有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嗯，在民间一说王二姐四夫，没人不知道了。哎，这都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对对，你说评剧啊、大鼓啊、莲花落啊，都唱过这个。对，各有侧重不同，都有这段子。你像评剧唱这唱的多，评戏啊，王二姐四夫哦，大回悲记是是，尤其后边小生在花园里唱完之后，啊，后半段有这么一段滚板唱腔，嚯，这个很好，嗯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他不用文场，只是拿板和鼓壳着，哦，这只是武场，要求演员这嘴里边得干净。哎，您给来了这段怎么样？啊啊，来了这段滚板。唱得好，没事儿。大伙儿鼓掌，不唱不合适啊。那您就学一段，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。什么味儿啊？一病三居，无有灵，殿前饭钱全落下，无有银两把账清。掌柜的一剪红了脸，李师哥将我赶出店门厅。二哥我们闷出在无忌奈，花子堆里的把身容，有名花子360，无名的花子数不清。头一个花子叫赵普，他的名字赵瑞清。二一个花子叫海瑞，他的名字叫海当风。还有那丁郎赶郎亲哥俩，李富李贵二弟兄，万岁爷开了澳洲厂，州厂的老儿叫严嵩。那老太快的是见得见得满地满，撒地撒来平地平。众家花子中了目，五朝门外打严嵩。自从打了严阁老，热闹万岁把气生。万岁爷传圣旨，将我们发配到苏州城。别人发配骑马坐着轿，二哥我是八个人的抬着一个小木卧龙。发配来在苏州地，才与二位得相逢。这本一榜真情话，并无虚假，我把二位封。嘿，嗯，真不错，好听啊！啊，这是评戏，评剧。东北二人转唱的唱的也多，二人转啊，二人转唱这个王二姐四夫也有这段子，回悲记。嗯，小生在花园的时候唱那个调叫穷棒子调，嚯，学名叫靠山调。嗯 嗯，4万多句啊，那么长，下午就来回唱呗，好嘛，全是废话，很好听。嗯，咱学不了人这个味儿，大致是这样的。您再学一学，词多啊，简单学这么几句。嗯嗯，张廷秀未曾说。想当初我家不在你们苏州住，家住在山西县洪洞，只接因洪洞县里连遭荒旱，一连4年未得收成，头年荒旱没下雨，头上被大水冲，就数3年清苗好，5月13起了蝗虫，第4年5月12下场头雨儿啊，直下到8月16才把天晴啊，二人转唱的是。咱们曲艺里边来说呀，很多曲种也唱。什么呀？早先京韵也唱，后来不唱了。哦，西河有这段。对，我认为铁片儿它就有特点。这是烙挺大。嗯，铁片大鼓唱这个幽默诙谐，很多演员都爱唱这段。啊，是吗？听起来很好玩。这么着吧，嗯，您再来了这铁片大鼓的这个。铁片的王二姐四夫。哎，对对对。八。
山双丹塔，土根草挂的匾儿，甩子儿啊，在桥门叶上，燕儿飞这个南北，知道冷热，秀女在房中盼想才郎，苏州城住着一位王老员外，家大这个业大，广有余粮，妻媳呀无儿啊，所生两个女儿啊，姑娘她是长大成人，许配夫郎，二姑娘许配了那张廷秀啊，大姑娘许配了则子叫赵昂，赵昂则到南京去把官做，王大姐就是啊一个那做官的娘，张廷秀到南京前去赶考，一去了六年啊未转还乡，想二哥一天吃了八张饼，想二哥一顿喝了六盆汤，八斤饼六盆汤，吃完了穴位有点撑地慌，二哥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，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干嘛去趟茅房，饭桶啊，谢谢，谢谢各位朋友们，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是，北京德云社是一个年轻的相声团体，是到今天才刚刚十年的光景，嗯，我们很年轻，都是学生，哎，来到天津演出，既高兴又忐忑。对，高兴的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家乡父老汇报，嗯，忐忑的是咱们这儿能人太多，对，老百姓们都懂相声。都是内行啊，但是我们心态很好。嗯，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。向您汇报，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拿您是当朋友。对，不管您什么身份，嗯，你别小瞧这几千人，是藏龙卧虎。哎，有高人呢。你知道哪位大企业的领导啊？保不齐的啊，哪个单位的负责人？很有可能啊，成了名的侠客。得了道的剑仙，嗯，少林寺的和尚，哦，武当山的老道，嗯，化完妆的冰川天女，是啊，啊，你知道哪位是非洲的酋长？哪国的娘娘啊？嗯，全听相声都没准儿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没准儿？那人不来。所以说，您坐在这儿，我们拿您一视同仁。对，不管您多高的身份。也不管您多低的身份，嗯，往这儿一坐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是您跟我们是朋友的交情，平等的关系。人生在世可以没有亲戚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，这话对呀，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是这样啊。过去来说讲究说拜把兄弟干哥们儿啊，俩人本来不是哥们儿，嗯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嗯，干哥们儿，对了，兄弟了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徐德亮，哦，亮子，大伙儿有人知道他，嗯，网上听过他的相声，是因为这人呢这儿打了一个耳钉，对，这儿有一个外号叫耳钉徐，对，很多朋友知道，嗯，他最近就跟人家拜了把兄弟了，哦，认了一门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个，嗯，好长时间没有拜把兄弟，是金兰结义嘛，对。为什么要有人拜把兄弟呢？嗯，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拿于谦来说吧。您拿我举例子。于谦的父亲是赵老爷子。对啊，不是，你先等啊。我姓于，我父亲也得姓于。那个，哪个呀？啊，一个人就一个嘛。他们老爷子，比如说有一天找我来了，
大侄子，大侄子来，咱爷俩探讨一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边撞了20多年了。哦，那么长时间。你帮我解释一下。什么问题？我说您说吧，爷们儿。说远瞧灯笼大，近瞧大灯笼，走近留神看灯笼进窟窿。哦，这是什么科学道理？我说这是破灯笼啊。嘿，你爸爸一听，呵，哎呀，困扰我一生的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我爸让这破灯笼绕的一辈子啊，无以为报。德刚，咱们拜个把兄弟吧。啊，这就跟你磕头了。就说这种关系，这种特殊情况下会有这种现象。没有特殊情况。徐德亮拜把兄弟跟这个没关系。是吗？啊，昨天他后台跟我说呢，我跟您说，我跟李菁拜了把兄弟了。哦，他们哥俩。李菁啊，就是刚才捧哏这大眼儿。对对对，我跟他拜把兄弟。好啊，他是我的大哥。哦，我说你干嘛拜他当大哥呢？是，你知道我那嫂子多尊吗？啊，嘿，这心怀不轨。您各位得留神。嗯，逢这样的躲他远点。是的，交朋友嘛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这话怎么讲？桃园三结义，刘关张弟兄三人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跟亲哥们是一样的。这是榜样。磕完头站起身来，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。哎嗨，不对了，不对。《红楼梦》有这个故事。哪儿啊？您这书都看搅和一块儿了，知道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那是三国。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隋唐啊，对，瓦岗46友，贾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咱们是哥们儿了。哦，到后来为了各自的利益拔了香头子，嗨，这份情谊没有了，瓦解了，留下千古的话啊。哎，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，是这么个讲。真正交朋友有很多的说法。还有说法吗？有这么几句古话说得好。怎么说？一跪一见交情，乃现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。还这么一套一套的啊，学问太大了。今天在这儿咱们开一个交朋友的现场传授的会议。您给我们讲一讲，大家要知道知道什么朋友能交，什么朋友不能交。那您说一说，要如浅入深。行，首先说往小处说，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您要长住了眼。哦，要看准了人。有这么几路人不能交。您说。第一，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。这我没明白啊。啊，抢着坐后头怎么了？你想这道理啊，车来了，有坐前边的有坐后边的啊，可有一样，坐前边的一般都得花钱。哦，给钱方便，10块20块的不值当的。是是啊，人家司机也没有说非得让后边人掏钱。人家干嘛呀？坐前面这儿有了就得了。嗯，所以抢了坐后边的，心脏。哦，有的人当然了，他有时候也坐前边，是他也坐，他不能总坐后头。哦，也坐前头，也坐前边。嗯，一到地儿了，表上写10块钱，拿钱吧。他掏出50美金来。嗯，嚯，师傅，找钱找钱。哎，这找不了。嗯，后边递过来了，哎，我这有10块钱，得了，用这个吧。有人给了他，拿这个方法。嗯，可也不是很灵。是吗？到地儿掏出50块钱美金，给人。哎呀，这个这找不开，后边的吧。哎，后边后边掏出100美金。好嘛，俩鸡贼碰一块儿了吗？这不是俩坏蛋打一个车，这是。哎，好嘛，您记住了。还有这个上洗浴中心啊，洗完澡穿衣裳慢的人不能交。这又听着新鲜啊。你想这道理吧。为什么呢？哥几个不错，走，咱们洗个澡去吧。哎，洗去吧。一进门脱衣服，拿手牌上里边洗吧。嗯，有这什么都要啊。对啊，你说这刮痧呀，拔罐子，搓澡啊。嗯，哎，什么小食品啊，青萝卜呀，水果果盘，没有要不到的东西啊，全来都要，什么都要。嗯，都齐了，赶等走的时候，他穿衣裳就慢慢，人家都穿好了。哦，站着等着他。嗯，他一只袜子穿7回。好嘛，穿完了，哎，错了，这是右脚的。啊，嗨，
袜子还分左右脚啊？这穿好衣裳跟澡堂子里边可站不住。那可不，一脑袋白毛汗，热呀！你快点，我们上外头等你去了。嗯，人家走到那儿，把手牌一交，哦、在柜台这儿把钱就结了。先出去的吗？都是先出去的结账。哦，没有后出去结账，不行吗？十个人洗澡出了9个，啊，结账不？后边那结。哦，后边。后边哪个结？啊、后边光屁股那结。啊，嗨，回来吧，后边100多光屁股的了。对了，里边有几个穿衣服的呀？所以说洗澡穿衣裳慢，别教他。哦，这也不行。还有一个，哪个？出去吃饭快结账了，上厕所，这不能教他。这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这儿吃差不多，汤也完了，他也漱完口，剔完牙了，一看人家服务员要拿账单过来，哦，他站起来奔厕所蹲着去了。哦，啊，等差不多再回来一瞧，哎，怎么？你们怎么又结了？废话吗？废话吗？你跟那儿不都结完了吗？你啊？对。接手啊，这个办法一个人还可以哦，一块儿这四位都这样就不灵了，是吗？都吃完饭，哥四个都奔厕所了。嗯，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，顿这四位哪位结账？好嘛，追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法儿都不灵，是这样。这是简单的道理哦，往大处说就深了。嗯，头一个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这怎么讲呢？哎，这个一句两句可是不好说。您也得解释。打一个比方吧。嗯嗯。就说我。哦，您。就说我是。不是今天说相声的郭德纲了。那您什么身份？家境很窘迫的一个人。穷。父母年迈。哦。身体不好。嗯。媳妇儿长期有病。又下岗了，嗯，孩子上学交不起念书的钱，哦，老少七口人住一间3平米的房子，好嘛，这被子都撑不开呀，这站着睡觉，是啊，啊，家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哦，就剩4个煤球，哦，舍不得点，没法烧，孩子哭，大人闹，数九隆冬，屋里边跟冰柜似的，哎呀。我有心死去，嗯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得养活，怎么办呢？嗯，硬着头皮，我得出去做买卖，还做生意。数九隆冬啊，嗯，我穿着一件棉袄，哦，英名是棉袄，是浑身上下3两棉花啊，光着腿没裤子，嗯，穿着拖鞋，光着脑袋没帽子，哎呀。背着一个书包，哦，里边有2张82年的晚报，啊，推开门往街上一走，嗯，北风呼啸，雨里边夹着雪，哎，几片树叶掉下来，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。您瞧瞧，走在马路上，下午5点半，嗯，万家灯火，车水马龙，嗯，天下之大，哪里是我存身之所？那么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。嗯嗯，偌大的天下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？太惨了。我也得活着呀，是啊，顶着风冒着雪往前走，这叫步履蹒跚呢。嗯，把手里这2张报纸拿出来干嘛呀？看报啊。82年的晚报还卖啊？4人帮倒台了。哎呀，嗨，这是新闻吗？看看新闻吧。嗯，死的心都有。那可不是，往前走，有打对过，你来了。哦，我过来了。你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于谦。那我是什么身份？跨国的一个大老板，有钱，大买卖家。好，开着一辆13开门凯迪拉克。我开一火车过来的，德国的机器呀。是啊，那个方向盘我们看着都眼晕。嗯，咱们的方向盘是圆的。对呀，您这方向盘是横的。哦，两边拐下弯来，啊，纯银打造，嚯，两边这有2个胶皮套，嗯，一开起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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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狗骑兔子呀，我开这么一过来的，没有好车呀，是吗？好车呀，啊，前面走，后边排气管子都是黑烟呢，啊，办了天津卫都看不见人了，好嘛。交警指着你那车直喊，嗯，孙长老收了神通吧。好嘛，拿我当妖精了是吗？过猪八戒呢这儿。好，车一停，你看见我了。啊，
有打窗户瞧见我，你认识我呀？啊，咱们是小时候的同学，这叫发小。门一开，你打里边出来，哦，往这儿一站，金光护体，珠光宝气，怎么那么这样？浑身上下这套西装没40万下不来，那么贵的。腰里这腰带，就这卡子就得15万，糟钱，镶着红宝石，镶着钻石。哎呀，往脸上一瞧，红光满面，是是是，一嘴的大金牙，镶牙，哎呦，把牙都掰了，镶金子的，这不是糟吗？那个牙太大了，嗯，掰下来画上腰肌，扔排堆里就他个大。好，打麻将呢，知道吧？啊，往这儿一站，嗯，你还认识我吗？问你，人家说话有底气，那是啊，有钱他横，腰里头硬。你还认识我吗？嗯，我可傻了。哎，您说话呀。我知道是小时候同学啊，你敢说话吗？怎么不敢说话？贫富悬殊差异太大了，有差距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泥里头啊。嗯嗯，我站在这儿傻了。哦，我不敢说话。嗯，你拿手一指我，是呵呵，父亲。对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不不不不，哼，什么呀？父亲，你不认识我？我说是不认识了。啊？我叫父亲，像话吗？小的时候一块玩过家家啊，我那会儿老兄。哦，你净演大少爷。嗯，我演你爸爸。嘿，你为了糟践我，管我叫父亲。哎，我就这么糟践人是吗？狠毒啊，这叫知道吗？这还狠毒呢。我知道是你，我说你是你怎么了？啊，父亲啊。嗯，行行行，别父亲了啊，就是说事儿吧。我是于谦呢。对，谦儿啊，你挺好的啊，难为你还认识我。是挺忙的是吧？嗯，哎，你别这样啊。嗯，你这样弄得我心里挺难受。哦，怎么了老同学？你怎么落成这样了？是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说呀。父亲。对，别叫。我不说话吗？我不说话。不说话我就喊父亲呢。啊，骂我们一骂就说话了呗。哎，我拿爸爸骂人是吗？啊，有钱的人你真猜不透他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没有什么可猜不透的。嗯，这不能这么叫，知道吗？我把我的经过一说啊，现如今家里情况如何如何。哦，这儿一说完你受不了了。是啊。哎，傻小子呀。你别管了啊。一伸手掏出支票本来。嚯，什么人带支票本啊？啊，得有钱的人呢。哦，一伸手大裤兜子里掏出一杆笔来。是纯金打造。哎呀，这笔尖得有2两多哟。这杆笔扔着卖30来万。哎，要给我开支票。你写吧，这钱花的都冤。啊，圆珠笔。哎，二怎么写？啊，拿我当文盲了？屁股后边来过戳来，嗯，烫，唰撕下来200万，那么些钱，拿走。哦，接到手里边，我傻了。哎呦，这是真的吗？嗯 嗯。啊，刚才我还在18层地狱呢。是啊。现如今我手里拿着200万呢，有钱了。这是做梦吧？我不敢相信呢。是不信。我一伸手，砰！干嘛呀？我把你的手拿过来，嗯，放在我嘴里，咔，这是真的。哎，您咬我手看真假呀？你很欣慰。是啊，是真的就好嘛。哎哎，对，啊，是真的就好。哎，行行，别晃悠了就。我拿这笔钱回家，嗯，连老带小我活过来了。是是是。我念谁的好？念谁？我念你的好。对，我少一手指头嘛。啊，你提那个有意思吗？哎，对，您说这有意思是吧？你喊了半天我了，我都没翻车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你喊我爸爸我也不翻车啊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见。那么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还得打个比方。哦，又举例子。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哎，还得说说咱们吧。啊，就咱们哥俩。你啊。好好好。你不是今天37岁的于谦了。啊，那我这回18岁的大小伙子。小孩儿，哼，大高个儿。嗯，壮。哦，扇子面身材。是小伙子帅漂亮啊。嗯，上一天班呢。嗯，下午5点下班。哦，回家洗澡
吃口东西，嗯，换换衣服，哎，穿一身白，哦，漂亮啊，精神，啊，年轻嘛，嗯，哎，白色的西裤，哦，白皮鞋，嘿，白衬衣，哦，还衬衣都是白的，白衬衣，大尖领子，哦，这是学的人家香港人，都实行尖领子，这俩大尖领子，对，尖领子这样，都到胯这儿了，嚯，哦，出去上大街，嗯，帅呀，这还好看，喷了三瓶香水，哎呦。打鼻子一闻跟偷吃羊屎似的，什么味儿啊，这是上街搞对象去，搞对象啊，嗯，呵，对上谁了，打对过来一姑娘，哦，哎呦这尊呐，啊，好看，身材相貌，啊，头发模样都好看，哦哦哦，你看上了，喜欢了，大姐啊，搭个伴儿吧，什么词儿啊，我挺耐你的，啊啊啊，姑娘看看你啊，你臭不要脸的啊，老太太呀，嗯，拢了拢这四根头发，嗯，哎呀，这就四根头发呀，啊，头发不是很多啊，嗯，讨厌，哦，臭流氓，嘿，后边追你吧，追追你，你跑 啊, 啊，哎呀，跑，啊，跑，跑大马路上去，哦，把人家甩了，是蹲在马路当中，嗯，哎，哎，可歇会儿，哎，没有好人走的道啊，嗯，哎，打后边。来一辆救火的车，救火车，消防队的车，嗯，开的这快，哦，啪，日就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把你脑袋带走了，哎，脑袋没了，你没理会，大大咧咧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还不理会呢，我，哎，啊，看不见了啊，哦，一摸是大尖领子这空了，啊，哦，当时就明白了。脑袋没了，我拿什么想的呀？我这是啊，这玩意儿是啊，高科技呀，这玩意儿什么高科技呀？这是，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啊啊，哎，想出一主意，哦，我死了吧？啊，啪，哎，趴那儿就死了。这是我想出的主意，这是，啊，死那儿了，刚死那儿啊，哦，后边这个压道的车就来了啊，嗯，把你身上压过去了。哎呀，司机一看，嗯，哎。这道错了哦，嗯，哎，还回来，哎，没错，哎，嗯，还是错了，嗯，咱弄清楚了再走好不好啊？压了一个多小时吧，嚯，就为压我来的，这是倍儿平整啊，嗯，特别平整啊，嗯，人车也走了，就剩你跟这儿了，嗯，一身白，大尖领子跟地上趴着，哦，没脑袋，外地车来都纳闷儿，嗯，不让右拐直行，哎，嘿。压出一交通标志来啊！简短截说吧，啊，三年过去了啊，那么长时间，拉活了都拉活了吗？嗯，啊，没人当回事儿。三年之后，哦，这天呢，郊区啊，那个农民赶上大车进城送菜，哦，马车停在这个白箭头这儿了。哎，他别提这白箭头，啊，别说这白箭头，马车呀，放水，哦，马车还放水，马放水，马。您就说马撒尿就行了，给你泡起来了，我拿马尿泡起来的，福尔马林嘛，什么福尔马林呢，啊，我记得跟你有什么仇啊，我这说着多可乐这个啊，什么可乐呀，啊，你记住只有说相声之间才这么说的可乐，解恨你知道吗，这您解恨了要压起来了，围好些人呐，啊！看，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哦，这白不呲咧的啊！啊，箭头险胜了啊！我，哦，我正打着过呀，啊！啊，我说别动，我认识这褂子，认识这衣服，就到胯那儿吧，这边啊！哎嗨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嗯，翻口袋，你看这不嘛？你看看，这是身份证哦，玉谦啊，是我的朋友，我认识他，认识啊，嗯！完事我谢谢各位啊，啊，我请大伙吃面条回来啊，谢谢各位啊！干嘛还请客呀，啊？人大伙帮着把你泡起来了啊！啊，好嘛。剩下的事儿是最为难了，为什么得给你父亲送信儿去，哦，得报信儿，老头90的高龄了啊，嗯，90的人了，嗯，老来丧子，人生大不幸，多惨，啊，你父亲从小3岁，嗯，父母双亡，38老伴儿去世，啊，你看看到90了，独生儿子没了，人生三大不幸，嗯，都落到你爸爸身上了，对啊，招你惹你了，明儿俩
解释吗？交朋友吗？是吧？啊啊啊啊，我得上家送信儿去。您去吧。谁也不去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说？啊，90的老头，哎，你儿子死了，光鸡他也死了，这算谁的？他也回去怎么办？这算谁的？啊啊啊，谁也不去。是，到这会儿就瞧出咱们来了。这谁也不顶这雷。我去吧。您来啊。这都办完了，抚恤金拿完了，都办完了，我上家送信儿去吧。哦，到你们家扒窗户一看，啊，哎，叹什么气？我见不了这个。怎么了？真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啊，90岁的老头了，是，就剩一个人了。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呀？大喝一杯来，这别喝了。老头心宽呢，心宽也不能这么宽呢，这个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躺会儿吧，躺会儿吧，躺会儿吧，还睡？睡会儿，一觉醒来下午4点。嗯，哎，你说谦儿怎么着来着？哎，好嘛，刚想起这事儿来，死了。哦，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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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省得给国家添麻烦啊。哎，真想得开。我说这是人家消防队拿来的抚恤金。啊，100块钱，你看看，我就值100块钱。老头，看看这个，咱们这算坑害国家呀！啊，这我找50。哎，嘿，还不值100块钱。打这儿起，我负责照顾你父亲。哦，这老头啊，养老送终，顶丧驾灵，一切都是我的事儿。那是，一死一生，嗯，乃见交情。哦，就这么讲，交朋友嘛。好，最讲究的得说是托妻献子，这又怎么讲啊？天儿可是太晚了啊！咱们今天就不说了，别不，我还经常会回到天津来演出。不用，下一次咱们说这事儿啊。没有，别不提了。可以，不是你看，干嘛这留一扣子呀？没有，今儿就说到这儿了。你解释解释。你很喜欢听吗？我想知道啊。啊，你这样的人不多见呢。这怎么？我求知欲强啊！怎么？真的啊？啊，我想知道这个。呵，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呀。嗯。什么词儿啊？这是。你都不在乎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啊，我长知识有什么的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托妻献子啊，这怎么讲？呵，美死了，告诉你。哎呀，你先高什么兴啊？我替你美的。是吗？那您说一说。嗯，就不是现在的于谦了。啊，还是以前。75岁高龄。哦，那是我以后啊。相声泰斗，老艺术家。好好好。每天在街上那儿说相声。对啊。老艺术家了啊！我还在街上说相声，面向人民嘛，剧场不让进啊啊！主要是剧场不让进啊，站在街上给大伙说相声，嗯，哟，这一天说下来啊，给多少钱都有哦，3块的、5块的、10块、8块的啊，打零钱呢都有，这儿很舒服哦，不为钱多少，有个好身体，这要个心态是不是啊？嗯，每天在人群里边有一个人看您说相声，老来，哎，这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哦，连看了10天。那么长时间，这天演出结束，他过来了。哦，于先生啦，哦，你讲的相声很好听啦，嗯，你得跟他撑着膀子。哎，我得把你是老艺术家。哎，那是大爷您抬。哎，哎呦呵，我这范儿太老了，我这范儿75了吗？就那玩意儿了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讲的很好听啦。啊，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。您是？我是新加坡的人，华侨，在南洋一带做生意，海外。我有800多亩橡胶林，哎呦，20艘轮船，哎，50个公司啊，大老板，还有7个大银行，是是，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，好，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，是是，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，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，好，啊，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，每年1000万，一共是5年，5000万，5000万美金，哎呀，但是有一个要求啊，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，我一人去，你不可以带家属。愿不愿意？是，听这话你傻了？怎么？1年1000万，5年5000万，多多的钱啊！你到80岁的时候，你拥有5000万，是啊，你花不完就得死。当然了，啊，这是多少钱呢？是 是, 是，你都美疯了，你都啊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跟人客气吗？啊，我愿意去，愿意去，是愿意去。你想好了，不可以带家属，不可以带家属。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。为什么呢？很为难呢。怎么？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哦。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哦。那会儿封建社会，懂什么呀？是给孩子定亲。嗯，小姑娘、小小子，你们就是两口子了。对，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，那么小，他懂什么呀？嗯，那个女方才45，是46，属马的。这什么属马的呀？啊，太大了，这个是这没法过呀。啊，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，还结过2次，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。啊啊，
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。哎，我周围都什么人呢？我这是，知道吗？啊，一直到75，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。哎，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，漂亮这寸呢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讲得很好听啦。啊，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。您是？我是新加坡的人，华侨，在南洋一带做生意，海外。啊，我有800多亩橡胶林，哎呦，20艘轮船，哎，50个公司啊，大老板，还有7个大银行。是是，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。好，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。是是，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，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。好啊，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，每年1000万，一共是5年，5000万，5000万美金。哎呀，但是有一个要求啊，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，我一人去，你不可以带家属。愿不愿意？是，听这话你傻了。怎么？1年1000万，5年5000万，多多的钱。你到80岁的时候，你拥有5000万。是啊，你花不完就得死。当然了。啊？这是多少钱呢？是是。你都美疯了，你都。啊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跟人客气吗？啊。我愿意去，愿意去。是愿意去。你想好了？不可以带家属。不可以带家属。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。为什么呢？很为难呢。怎么？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。哦，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。哦，那会儿封建社会，懂什么呀？是给孩子定亲。嗯，小姑娘、小小子，你们就是两口子了。对，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，那么小，他懂什么呀？嗯，那个女方才45，是46，属马的。这什么属马的呀？啊，太大了，这个是这没法过呀。啊，后来这一生又有2次失败的婚姻，还结过2次，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。啊啊，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。哎，我周围都什么人呢？我这是。知道吗？啊，一直到75，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。哎，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，漂亮这寸呢，大个儿了不得了啊！哦哦哦，今天白天刚认识了。嗯，空姐儿喜欢你的相声啊。是是是，跟你去登记结婚，登记结婚。哦，啊！今天晚上演出结束，俩人要一块喝顿喜酒，入洞房了。今儿晚上，这会儿这老华侨找你。哦，马上就走。哎，你说怎么办？5000万是不能不挣啊。对，可家里怎么办？媳妇儿，这媳妇儿怎么办？嗯嗯嗯，你在中国境内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。哦，3亲6故，一个知心人都没有。是是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朋友，你说你这媳妇儿托付给谁呢？那就托付给您吧。托付给我，你乐意吗？您甭客气了啊！我这什么人都没有了，我不托付你，托付谁呀？我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呢？啊，我担着风险呢。这有什么风险？你说一辈子相声，光相声界你得得罪多少人呢？啊，你走了，大伙儿一复仇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嚯，我得罪那么些人，我得帮助你啊！嗯，买张票把你送走了。哦，回头上郊区那儿，我租一个小院儿。干嘛呀？这个地儿必须要偏僻。是。别人找不着。为什么？前面是河，后边是埂，左边是井，那边是沟啊！给我媳妇搁炮楼里了啊！我拿车把他送到这儿来。嗯，关上门锁好了。哦，别人不知道。是，我得照顾他，等到你回来。哎呀，您还真够朋友，费多大心。嗯，花多少钱不说，你得惦记着。那可不嘛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是是是，没事开车我就得去。哦，搬蔬菜、青菜，塑料袋装的肉，哎呀，米、面、油、酱、醋、葱，都搁在门口台阶，拿出信封来，里边2000块钱，顺着门缝，哎，打进去。这门缝，您送进去多好。哎呦，我能进去吗？怎么了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哦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会说的不会听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。这个哦。您是要脸面的，那是啊，是是是是，钱顺门缝扔进去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嗯，嫂子，嗯，我走了，哦，走嘞，我走喽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吧，什么毛病？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的，你这你
跟别人看见嘛，别人看见嘛，是是不是、啊、照顾着还得亲切嘛，是不是、啊啊、哎呀过些日子又来了、哦、一筐苹果一筐梨，是各种食品东西都搁这儿，信封掏出来里边5000块钱，又涨了，顺门缝进去送进去，嘿呀呀，你坑死我了你啊，怎么了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又会说的不会听的，传扬出去我这个脸往哪搁，我得顾全这个，哎对对对对，您要脸要脸、嗯、一直就忙活着、啊、到年底我又来了，开车到了这儿啊、嗯、往下搬红果、啊、糖墩儿、酸麻糕、酸枣、奶粉、草莓、杏儿，行了行了，喇叭蒜，别往这儿倒腾酸的了啊！啊，怎么个意思？这是我哪知道去啊？人家给写了条了，买什么买什么，我得去啊！哦，他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，开胃的零食吗？啊，那当然了，哦，就天天就这么花钱的，花钱无计其数，是是，一直等到5年的头上。哦，5年了，你来信儿了，嗯，5000万到手，我回来了，于老艺术家要回来了，好好好，我得送信儿去，对，这回我不能不进去了，对，您得进去，开车到这儿锁上车，嗯，掏钥匙捅开院门，他有钥匙啊，钥匙扔着，嗯，把这褂子脱下来扔边上，嗯，坐到炕边倚着那被窝垛，真不客气，哎呀这日子腰啊又酸又疼，哎呦，哎哎哎哎，喊你了，听见了吗，你媳妇呢正给孩子喂奶呢，对，都有孩子了啊，倒杯水就有耳朵没有，嗯，兑点热兑点热，哎哎，什么意思啊，我说啊，他马上就回来了，啊！你说怎么办吧？哎，你媳妇儿女中豪杰是吗？事已至此，我能怎么办吧？啊，他都豁出来，哎，怎么着怎么着呗，是吧？嗯，潘金莲的故事我又没看过，哼啊，什么心眼儿这是？那都废话啊，那废话，我告诉你，没缺德玩意儿。哦，哎呀，这事闹的讨厌。正说着门一开，大儿子进来了，俩呀，最可爱，我最喜欢这你最爱人了，是吗，进来爸爸、哎、还叫爸爸，再叫爸爸他妈出人命了，你知道吗，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再过个4-5天吧、啊、咱家来串门的，哦，一老头啊，大圆脸长跟包子似的啊，第一箱都是钱，嗯，你呀、啊，你亏点心啊，你管他叫爸爸，叫对了爸爸买糖吃，听见了吗，那小子就不用嘱咐了，怎么月科的还不会说话啊，好嘛，都归置完了，拿车被他们家仨都拉回来，收拾屋子准备好了，上机场接你，屋里点一锅子叫的菜，你坐在上头，你媳妇坐边上，俩孩子一边一个，我坐在下垂手，端酒杯一喝，你不得美吗，美，这朋友你不得交吗，交交交交，你奶奶孙子，我什么人呢，您这是，哎，您看这叫什么事儿啊，你别说这话里话外，您还要这个，我你这个不如我这个，知道吗，哎，我什么乱七八糟，你干这什么事儿，不是，你这话可不对啊，怎么不对啊，你同这么心事糟我啊，怎么我可是一片好心，就你啊，咱们冲灯说话，你冲什么说话也没用，我可不亏心，你还不亏心，为了你我花了多少钱了，你活该，你我受了多少累了啊，你指不定为谁、啊、白天我一天一天的我不进去啊，是晚上你还一晚上一晚上不出来呢，你怎么不说呀，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，不，你这个可就不应该了啊，怎么不应该啊，我交朋友图的是什么，你图的是什么，你说一下，我到最后就图一这个，你哎，我一颗心掏出来给你吃了啊，我不在乎、这个、我落这么一下场，好心肠变成驴肝肺、啊、你本身就是驴肝肺、啊、我为了你我容易吗，你跟我说不着、这个、你走的时候都75了，我也不知你这情，你回来都80了，怎么了，你可别跟我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谁也不怕，你干这事除了门口那狗我没怕过别人，你知道吗，没有这么说，你要这样说不对了，怎么不对了，你回来都80了，80怎么了，你没孩子，我有着你什么事儿啊，你老于家就断了根儿了，跟你没关系，人家家死人打翻爆罐一大家子，你这没人管呢，我也不指着你，你撑死腿上弄俩贴饽饽喊俩狗把你拉出去，你知道吗，那是我的事儿啊，我为了你我着急费心我容易吗，我为谁呀、啊？我为了你呀、啊！你为谁，我不在乎、啊、这话可就不对了、啊、怎么不对呀、啊？我跟你说那孩子那是我儿子，怎么的，你儿子
那是我的孩子啊，我怕你发丝无后，你八十了，你有那个心，你还有那个力吗？您想的还真周到。你净剩守着五千万，你坐那儿哭了你啊，我是冲着交朋友，我孩子多，我给你俩啊啊啊，你二话没说连打再骂呀，你那心都搁在嘎吱窝了。哎呀啊，我图什么许的，我是是是，我死在那儿，我哎呀呀，别别站住，没有别站住，别看我了看我了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，我不，你没有这样的，是我错了，那孩子是我的，我知道你媳妇生的。哎呀，还一样。